有请实力唱将邓紫棋。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瓜，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一厢的心不是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记忆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笑话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哔哩哔哩跟大家一起跨年，接下来有一首歌比较激动一点的，那这一首歌呢叫做差不多姑娘。为什么选择在这里送给你们这一首歌？因为我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拒绝差不多，大家一起做最完美的自己，好不好？送给你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迷的方向。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表弟差不多的刷，扒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张了差不多的花，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都差不多的眼，扒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贱，打着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吉尼，举着差不多的 V， 挤着差不多的地方，差不多的节奏，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长着差不多的 nose， 那差不多的男友，走着差不多的 clothes， 我差不多的 low。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扭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线，差不多的 train， 出看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差不多的样，飞着差不多的微笑，撒着差不多的娇，挂上差不多的靠抱，差不多的大腿，语气差不多的骚，靠差不多的方法，买了差不多的包，都唱着差不多的调，所以讲话差不多的讲，他们的思想都有着差不多，才在审美观差不多的谈，差不多的赞美，差不多的傻瓜，差不多的马和差不多的红灯，啃着差不多的肉，都差不多的镜头，演着差不多的秀，都差不多的秀，秀的差不多的瘦，身边差不多的迷友，都是差不多的 low， 差不多的优越感，剪的差不多的脸上，在差不多的机场，都差不多红的地毯，差不多的妆，都差不多的狼，裙子差不多的短，家里差不多的脏，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差不多的你，差不多的我，差不多的他，差不多的傻，听着差不多的废话，差不多的那些舞，该有嘻嘻哈哈，只有扎都差不多的傻，差不多姑娘的土生土长，在有毒的土壤，差不多都藏在镜子里的自己失望，差不多都离光，有不装的模样，差不多的张张夸张。现在各位姑娘，这里我也分享，曾经的我都一样，有差不多的忧伤，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吃饭，差不多我就把命给送上，数不清的差不多，都差不多，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这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差不多的虚荣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新时代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表达自我，认识世界，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充满创意与活力的作品。也正因为如此，哔哩哔哩央视频晚会打破年龄代际、艺术题材、节目题材等各个维度的界限，用年轻开放的心态和融会贯通的创意，实现多元文化的相互串联渗透与融合。此时此刻，让我们延续传统，高喊那句能让我们为之共情的口号，哔哩哔哩哔，干杯！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台北会场的五月天。
相信音乐主宰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是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完飞。张开你的嘴，哦哎哦哎，再不管你是谁，哦哎哦哎，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退，现在就是勇敢许愿的那一年，哦哎哦哎，转眼就这一天，哦哎哦哎，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漫，我在唱，哦哎哦哎哦哎，我相信苦涩的眼泪，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主宰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
是不能的，不能假的阻隔。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的一阵风，却要爱抚着飞上天。为了你而启动，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一下一下静静，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哦哦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骄傲人生。Hello， 大家晚安，我们是五月天，欢迎大家来到2020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的台北会场。今天呢，在台北会场呢是怪兽、冠佑、石头、玛莎还有阿信。要怎么证明这边是台北呢？很简单，现在呢就要带大家一起走到户外，大家看一看这到底是哪一个城市呢？在我们移动的过程中呢，也希望各位在弹幕或评论区里面呢可以刷起来，就告诉我们你现在人呢正在哪一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有着什么样的心情，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请大家告诉我们。也感谢大家呢在今天晚上呢陪伴着五月天、怪兽、石头、玛莎、冠佑还有我阿信，欢迎大家一起来到2020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台北会场。
首先介绍吉他手石头。大家好，各位哔哩哔哩朋友们，大家晚安，好久不见。我想这个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但是今天也很开心，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然后跟特别的你碰面，谢谢你们。让我来介绍贝斯手玛莎。哔哩哔哩的朋友，大家晚安。就像石头说的，2020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到面，然后非常想念大家，然后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还有机会可以跟哔哩哔哩所有的朋友见面，然后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更新更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为大家介绍吉他手怪兽。各位哔哩哔哩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开心，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刻。希望在荧幕前的你们，今天晚上都可以跟五月天一起大声的唱歌，让我们一起迎接2021年未来的365天，每天都要很快乐，好吗？好。介绍鼓手冠佑。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那这次很感谢哔哩哔哩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感人的时刻。然后也期望在未来的2021年，然后五月天也会用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次呢，感谢 BB 的幕后呢，非常辛苦的营运这个平台的所有的伙伴们，然后非常开心，然后也非常荣幸，这一次呢，再度的让五月天陪伴大家，在这个 BB 重要的晚会。2020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台北会场。今天我们要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干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清楚那个画面，浮现了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内闭眼，那一种边哭边笑，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就是除了怀念不得条件，把回忆全部抛弃，纯粹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我就还是和自己，就在这唱片，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写的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尤其剩下诺亚方舟坚强誓言，是我望着海面，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台下的低的古典，却没成熟点。伸手就是画下画面，一直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愿望越想想到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了你会不会，他会不会，看看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时间还是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多，黑了又亮，亮了又黑。能够你再爱三天，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永远的岁月，也许会。
谢今晚各位的表演嘉宾，谢谢本次哔哩哔哩央视频晚会的音乐总监赵赵老师和静海音弦乐团以及新九州爱乐乐团，谢谢每一位艺术家，谢谢你们，谢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一直守候到现在的每一位网友，由哔哩哔哩与央视频联合主办的2020最美的夜哔哩哔哩央视频晚会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和大家一起重塑生活，向未来而新生。我们明年见，明年见，明年再见。破土而出，元气新生。感谢灵堂灵芝灵卡的元气森林对本次晚会的大力支持。美的微晶冰箱，尽享一周鲜的智慧生活。独家签约百名清华北大答题官，名师免费答题，就用题拍拍。中国移动动感地带 5G 放肆玩，为热爱干杯的招商银行信用卡。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如果说要我选择带到青春那个画面，不选择那滴眼泪，那天来的那年毕业，那一种一个变相，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个爱和脸，开口可及，可是多怀念。就是除了怀念不得条件，那回忆冲不靠近，纯粹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握着很适合自己手在此唱片，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和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尤其剩下诺亚方舟坚强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那就永远模糊了视线。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的低的苦的却没成熟点，说说就是幻想画面一直磨练，我想我只有梦想，愿我愿想下到不见，有许多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了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时间还在没睡，电话没在，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过黑了又亮，亮了又黑，如果你在也三天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世间真的能倒退。
元气。今天呢，我们说刑法第217条。举个例子说，看，上，我来。如果是你，举例说明叫张三，零糖零吃零卡，就要元气森林。生活力是在下书了。有毒青年气白白，玩到尽兴了。能难暖难，反正与你牵挂一点不难。为智慧生活添砖加瓦。作业不会做，就用题拍拍，就用题拍拍。题目搜不到，老师免费答，免费答题就是题拍拍，免费答题就用题拍拍。动感地带5G 范四玩，中国移动。